朋友们，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几位全国道德模范代表，他们也是受邀来到晚会的现场与我们共度除夕。来几位，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全国助人为乐模范，被人们称为“京城活雷锋”的孙茂芳。 这位是全国见义勇为模范，为了救人自己被撞断腿骨的龙口女孩刁娜。这位是全国诚实守信模范，用了整整十年替去世的儿子还清了19万元外债的老父亲吴恒忠。这位是全国敬业奉献模范，最美乡村医生钟晶。 这位是全国孝老爱亲模范、割皮救父的好儿子刘培，欢迎你们！你们每一位的事迹都让我们感动，值得我们学习。请坐。我特别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身边的这位最年长的一位全国道德模范，今年已经91岁高龄的龚全真老人。您坐。 龚全真老人啊，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1957年，将军甘愿回家务农，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时候，龚全真老人全力支持，无怨无悔陪伴在他的身边。86年，将军去世之后，老人依然传承着丈夫的精神，默默扎根在那片红土地上。 教书育人，扶贫帮困，服务他人，无私奉献。去年在全国道德模范授奖仪式上，习主席亲切地称他为“老阿姨”，并说“向老阿姨致敬”。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再一次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龚全真老人，表达我们的敬意？龚阿姨呀，那您能不能代表全国道德模范给大家拜个年呢？ 我代表道德模范，向同志们拜个早年，祝大家健康、工作顺利、全家幸福。好，谢谢您，也希望您啊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让我们能够一直尊称您一声老阿姨。 等待盛开的记忆。
的皱纹，你和山川连在一起，本色成为你感动中国的传奇。Exciting. Here, Conway.
过年了，没看没看。啊 ，This is the day。常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抬起头望着天空说，要把青春献给祖国。这些年努力的拼搏，坚强勇敢的生活，一步一步实现了自我，梦想依然在我心窝。我的做梦过梦永远在我心中，任岁月匆匆带不走初衷。我的做梦过梦，把我每一分钟，国家的兴旺是我的光荣。是基本我双脚走遍了山河，风风雨雨共同经历过，血脉连接每一个我。四海同胞五洲同华夏儿，是我的光荣。爹笑道。
一片白云，多洁白的想象，给我一阵清风，吹开百花香。谢谢，谢谢各位的演唱。朋友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是在一代代新旧交替、梦想传承中书写而成的。从古代嫦娥奔月的传说，到今天真正实现嫦娥探月、彰显国家实力。从千百年前大漠深处的驼铃声声，到今天翻开新一页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华民族正以它独有的绰约风姿，在重新构建着一个东方大国的文明形象。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来了，就让我们共同为中华祈福吧。祝愿美丽的中国继续筑梦翱翔，祝愿中华的血脉生生不息，代代传扬。降生在你的怀里，我的血脉流淌着你的生气和美丽，那仁慈的情谊，那温暖的回忆，你对我的恩泽感动天和地，从来不曾放弃你，因为希望埋在心底，追寻自由的勇气，多少年运用风起，幸福是没忘记，痛苦中曲折你，我的灵魂紧紧跟着你呼吸。
看高山的云起，我们用爱凝聚飞翔的羽翼。真心祈祷天耀中华，十三亿人的信念汇聚在一起，一定能够把历经苦难而又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送达梦想的彼岸。亲爱的朋友们，马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此时此刻我们几位啊，也是各自点亮了一盏走马灯，要陪伴大家一起守望甲午马年的到来。既然是马年要到了，那我就提议咱们用马字命题，说吉祥话，给大家送上新春的祝福，怎么样啊？好，这个提议好，那我先来算是抛砖好不好？好，我祝大家的事业在马年一马当先，马上封侯，马到成功。好，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来接啊。我觉得你说的事业很重要，但是身体更重要，没有好身体咱们怎么享受好生活呀？没错，所以啊，我祝大家的身体人高马大，人强马壮，龙马精神。好词儿，你们俩一个说了事业，一个说了健康，那我说说家庭吧。对，祝福家家户户人欢马叫，肥马轻裘，势饱马腾。太好了，到我了，我们年轻人就说说梦想吧。希望新的一年我们都能为自己的梦想厉兵秣马，做好准备，跃马扬鞭，勤加努力，一马平川，所向无敌。好，没错，年轻人就有应该有这种豪气和激情啊！我愿马年我们年轻人谈恋爱的人，姑娘们都骑上千里马，让小伙子们驷马难追。老弟，这祝福有点驴唇不对马嘴。是啊。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日子呀就在这样的轮回流转中飞驰而过了。无论过去这一年您经历了什么，此刻都可以轻轻放下，让我们带着新的希望去叩响新年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也许还会有困难，还会面临挑战，还会遇到挫折，但是只要心里有梦，就会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会有前行的动力。就让我们共同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是啊，过去的一年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共同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用心血和汗水创造了新的成绩。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的，而成功又总是属于那些不懈努力、勤奋追求的人们。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就让我们一起举起手中的灯，也让我们点燃心中的灯，让我们一起祝福，祝福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祝福人民的生活幸福安康，祝福我们的梦想都插上翅膀，祝福我们脚下的道路洒满阳光。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的花朵已经在小彩旗的身上绽放了，让我们一起来迎接马年钟声的敲响。美的集团向全球华人拜年。5 4
3、2、1，春节你好，拜年喽，春节好，拜年了，朋友们，拜年了，这一刻春满华夏，给您拜年了，这一刻福到万家，拜年了，这一刻听爆竹声声，尝浓浓的年味儿，给您拜年了，这一刻跃马扬鞭，唱一曲万紫千红大中华。你们好好演呐、别怯场，您呐我给大家去领掌，好嘞，咱们唱起来。你看呐，从草原到雪山，从南海到彼岸，什么苏州、杭州、潮州、漳州、兰州、贵州、湖州、柳州、温州、扬州、眉州、任州、顺州、泉州、惠州、福州、锦州、雷州、沧州、广州、香港、澳门、台湾到北京，好，百城百户百家百姓，万里齐欢腾，嗨，万里齐欢腾啊。
这里有我呢，这里有我那年踏着过年吧，万马奔腾歌舞我向您致敬，春节值班的劳动者，春意浓浓暖全家，咱为群人献鲜花，咱献上白兰地兰马兰花，咱献上丁香当归沙茶王，凤凰凤仙杜鹃花，大年可欢十六方，展出桃子迎春花，是姐妹含羞草并齐花，一瓶红十样锦，水仙花两斤重，五谷烟火一方，千人让人家草鸡冠花，大锅碗玉燕梅牡丹花，还有那桃花杏花梨花梅花桂花兰花樱花桃花菊花梨花香花荷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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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浓的年味儿啊！你看刚才呢，一倒计时，我发现国历就不见了。后来我才发现，哦，准备节目去了。你别说，他那快板唱的呀，还真是不错。不过我觉得他要是再努力一把的话，就赶上我了。哎，人第一次来，你说话客气点啊，客气点，客气点。说得很好啊，说得不错啊，给国历鼓鼓掌，好吧？不错，不错，不错。你看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我觉得咱们俩在这儿啊应该认认真真的给大家送去点祝福，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用老理儿给大家送点祝福行吗？怎么说？就是咱们从一一直祝福到万，行吗？咱可以试试呀。那你先来。我先来。那在这里啊，我祝大家一马当先，家业两立，三代同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路通顺。哎，你也留几个给我说说。行行行，留几个。这说到六了，七、啊、上有七星齐柱，笑迎八方来援，九天鸿福飞降，十分快乐吉祥。好，怎么样？该摆了。还摆呢？啊，百年好合。签。千里冰封。你还万里雪飘呢？啊不，万马奔腾。好，怎么样？谢谢。不错啊。那这样，最后咱们再给大家送一副春联，怎么样？好。那我说上联。我这上联是祝福，祝福马年，昂首扬鬃，骏马舞东风，追求梦想。那我这下联就是期盼了。期盼未来。斗寒傲雪，红梅开大地，实现复兴，横批国泰民安。
谢谢，谢谢郎朗，也谢谢来自克罗地亚的摩羯二人组。当然，我们也要谢谢来自星光大道的优秀选手雪儿。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混搭的组合呀！您看，既有国际顶级艺术家，同时还有草根明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刚才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朋友们，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直通春晚，从中国好声音、快乐男声、大地飞歌、最美和声等六档深受观众朋友喜爱的歌曲选拔类节目中，选出了四位最具唱功、最有人气的选手。今天呢，他们也将圆梦春晚。不过首先呢，他们要给大伙儿拜个年，掌声有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丽坤，北京卫视天涯共此时，共筑中国梦。在此，我和北京卫视最美和声的总冠军萧一航给您拜年了。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我是来自广西电视台的主持人周磊。今天我将携手美丽天下的广西卫视一生所爱大地飞歌的全国总冠军汪小敏向您拜年，祝您春节快乐。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浙江卫视中国蓝的主持人依依。梦想天空分外蓝，以梦为马，马上有福。我和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李琦祝您马年梦想成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过年好，我是快乐中国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梁田。我和快乐男声的总冠军华晨宇一起向各位恭贺新春。谢谢，再次谢谢各位的祝福，这真是东西南北中全民大联欢呢。那么究竟四位歌手谁的表现最为惊艳，又是谁将成为全国观众心中的春晚好声音呢？答案即将揭晓，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为四位歌手加油，有请。绵绵的青山，百里长呀，巍巍耸起像屏障一样巍。山林穿云逍遥，白云烽烟天苍苍一样巍。我站在高岗上远处望，那一片绿波海茫茫。你站在高岗上向下山上，一座溜溜的云阶。
早已就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太阳哟，别的太阳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太阳哟，别的太阳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太阳哟，别的太阳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镌刻后每道眉间心上，花间透过思量，沾染了墨色烫，千家文都泛黄，夜静谧窗纱微thank you.
一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就知道春节晚会要结束了。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里会充满临别的不舍，也积淀着深深的感恩，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家人的陪伴，感恩朋友的帮助，感恩师长的教诲，感恩过去的一年，感恩祖国和时代，感恩生活的给予，感恩拥有的一切，真是温暖。还有一句感谢的话我来说，感谢现场所有的嘉宾，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到此结束，亲爱的朋友们，明天再见。